而顾岛王何鸿燊四房长女何超莹在2019年3月宣布双喜临门，日前就是她女女荷包蛋的3岁生日。何超莹特别为宝贝女举行了一场 party 庆祝，何超莹的闺蜜林心怡就晒出了几张靓相，曝光了现场盛况。生日会以粉红色为主题，现场搭起了一个城堡，还准备了多个不同款式的生日蛋糕，而餐盒的包装都是经精心设计的。寿星女就穿上粉红色纱裙，头戴皇冠，十足十一个小公主咁。荷包蛋仲孭住一个售价近30,000港元的 Michael Lady Dior 手袋，小公主果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